首先亮相的是这把自动步枪，看似普通，实则威力不俗。先是利用枪头充气上弹，待气囊充满，瞬间释放出无数子弹。 见到此情此景，我想说一句：好 Q 弹的枪头啊！如果你觉得刚才的威力普通，不如看看下面这把。虽然属于同款步枪，不一样的是这把枪居然是上手榴弹的。这百米内存活几乎为零呀！说起邪神发明中最让我震撼的，就是接下来这个堪比意大利炮的子弹，威力毁天灭地。